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奇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地里的西瓜呀，西瓜快成熟了，然后告诉大家一个挑西瓜的小窍门。其实西瓜有公母的，知道吗？西瓜肚脐眼大的话，它是公的；那个肚脐眼比较小，它是母的。母的吃起来嘛，皮薄，肉甜。带大家去看一下啊，公母到底怎么分？这个西瓜很可爱吧？刚长出来这个，好可爱啊。这边有一个挺大的，像这个看它的屁股就是母的，你看，屁股比较小嘛。然后这种吃起来就比较甜了，皮也会比较薄一点。这种还可以长。这边长了一个小的，这个像苦瓜一样长的，你看，上面比较小，下面比较大。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它这个也是母的，你看，因为它的下面那个肚脐眼比较小嘛，这个瓜到时候吃起来应该也挺甜的。这里边好像发现一个，这个也不错，你看，像这几个都是母的，你看，看这个屁股，这个屁股也是小屁股，就是那个肚脐眼嘛，这个也是母的，这边又有一个，这一个还不错，你看，长到这外面来了。从那边伸过来的，这都是青皮西瓜，这种西瓜可以长很大哦。这边躲了一个大西瓜在这边，这个好大了，特别大这个。这个用草盖住的，因为怕它晒伤嘛，最近。夏天的话，太阳比较大一点。我们再看一下这前面有没有这种地方要好好走啊，不然有蛇。哎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这个也挺长的，你看，躲在这里面。这个也是母的，你看。这个肚脐眼特别的小，然后这个应该可以长得很大。那边有一个，你看，这里有个。今年的西瓜还结的挺多的，还不错哦。再去那边看一下。哎，那边有一个。你看看这个肚脐眼就知道，你看，这个肚脐眼特别的小，这绝对是个母的。然后这个皮肯定是薄的，吃起来应该也挺红，然后挺甜的。先把它盖回去吧。刚找了一圈嘛，然后发现我们家的西瓜都是小屁股的，就是那个肚脐眼比较小。看来都是母的，到时候吃起来应该比较甜一点。所以说我们今天种的西瓜都还不错，到时候采一点回来吃。因为这个西瓜它个头比较大嘛，到时候还会长，现在就不摘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哦，我们明天再见啦，拜拜。